起。这次合作感觉有护盾，又有护盾，真假的？为什么？哎，对了，我们明天可能会玩那个洛克人，洛克人的手游，有人有玩吗？有玩的加一，好不好？感谢乌鸦的35块钻戒。我2020最大的不幸就是遇到阿红，并且订阅他。为什么要讲不幸？哎呦，应该是最大的幸运吧？哎，你打错字了啦。加一，你们有玩是不是？你们是原本就有玩哦。那我想问你们，那款游戏很坑吗？会要一直氪金吗？因为我想入坑，玩一下，跟风一下，看看那东西，那个游戏到底在干嘛。不会很坑是不是？哦，那就好，那明天来玩吧。合作的感觉会转属，合作应该下礼拜四就知道了。下次可以玩《尔酷二》吗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我搜寻一下，《尔酷》飙酷车神 ，what？ 什么是飙酷车神？那个飙酷车神动力世界，那好玩吗？我感觉蛮飙车的，是一个飙车游戏，是不是？不用洗技能啊，有龙哥开，带控场龙哥就没事了。锦逸圣诞快乐，大家圣诞快乐。不过还是谢谢红哥带我入坑蛮多游戏的，不谢不谢。我也只是一个跟风仔而已。哎、欸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刚才，火猪怎么没有平化球？我刚刚看那个有一个文章、欸，哎，巴哈上面有文章写说，JoJo要出正版授权手游嘞、欸！我刚吓到，哇，真的假的？有人有那个方面的消息吗？感觉好奇妙啊！我突然想起观众跟我讲的话，好像JoJo的作者不喜欢手游。我想说，嗯，怎么有这个消息？感谢永之的港币10块抖内，可以用 Ava 吗 ？Ava 也可以，也可以，等下可以来试试看。我对JoJo没兴趣，画风我不喜欢。哦，那个游戏蛮吃画风的，不喜欢就没办法。对，那还正版授权，我就吓到，呜，正版授权有东西啊，还有八颗啊，你就，这刚好八颗嘞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想想看，我想再开这个好了，转珠时间暴增，激增，绝对玩迪奥，我想玩那款手游哎，有没有人？知道那款会在哪边先上市还是干嘛的？啊，开个变身，不然他看起来好凶啊！帝王拳直接打翻他！哎呀，你真好！帕杜鲁，帕杜鲁是什么啊？帕杜鲁。不跟神魔合作却推出手游，对啊 ，Padu， 找找看，到底是什么 ？Padu 是一首歌吗？那我要学一下哎 ，Padu 是这样念吗？一个有名的歌，我看到那个 Guru， 那个鲨鱼啊 ，Hololive 的那个，你们想要唱那个是不是？很适合我，真的假的？我要死嘞，大哥！哪样呢？好，我直播结束再去查。哦，哦，哦，听原版的，直播不能播啊，有版权。但我直播结束可以去。可以去查一下，欸，我到底可以回血回血没？敢不敢让我回血啊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有回血就打不死我。回血回血回回，算了，已放弃。
哇，这游戏怎么那么难啊？如果他一直那个有那个猪猪，就很难很难打到他哎、欸。但我真的不会玩这游戏了，完了。哎、欸，我应该开一个那个树王就可以直接回血，对不对？对，所有尖巨星。我应该先开这个，这样就完全不用害怕回血了。屌回一把！感谢坏特45块斗内红哥，圣诞节快乐！愿云霄之力与你同在，能被你用我随便画的云霄粉砖头贴。我今天大概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，谢谢你，也谢谢你的头贴，让我们度过了蛮愉快的一个时间，印象深刻啊！谢谢你的。画工，说这个，其实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画画啊。等一下我们没事干，这个东西打完，我们就来画画啊。不然今天没事做，还是你们想干嘛？不要再讲唱歌了，不然有人会退订。已经唱完了。好啊，等一下我就圣诞节画画 ，OK 吧？好久没画了。真的好久没画图了。打 low end， low end 没有人看吧？感觉大家都 low end 都退坑了，伤心。玩 GTA 5， GTA 5又没有东西，有吗？有东西吗？哎、欸，他要死了、欸。嗯，想想看，可以刷工会任务，听起来很棒哦。听起来。是一个可以让我使用枕头的一个活动哦。刷工会任务，谁要在直播上面看别人刷工会任务啊 ？Low 已退坑，路过，想干话，那边画画可以边干话，一起看 VTube 直播。OK， 你觉得要去靠妈等你一句话？哇！我被锁住了、欸。被锁住了。嘿！永久封锁机械族以外的主动技能。哎、欸，他只有封锁技能是不是？哦，那没事了，那可以打就好了。吓死我啦！啊、哦，小菜鸡，直接打他就好了。我们还有空场龙科，没手攻击，那就没事啦。这队应该就这样过了。我以为他，因为这是之前的关卡啦，才会这么佛心。现在的关卡不止锁你技能，还锁你攻击，全部都锁了。哎、欸，我龙科怎么只剩下7000分？Hello， 好吧，破亿平砍，好吧，破亿开龙科的伤害。call in 让观众唱歌，你们想唱歌吗？真的假的？你们想唱歌吗？那原本是我过年跨年的想法哎。对啊，我们跨年再来唱好了啦，我要准备一下。好，先这一队就可以解三成就了，对吧？哦，一次三成就舒服。